六十六届国内梅奖，都在托台办时间，从午早上九点托洛杉矶来办颁奖典礼。台办设计师团队托前六年连续得到最佳唱片包装奖了后，今年又有两组设计团队入围。就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台办首件都特别办记者会，首届团队入围的作品。另外一位用卡发转世前世入围的歌手叶静，为台风分享自家的创作理念。用审判的概念设计唱片包装，打开地图含有外天通的插画，按照巧心的设计，是青年头一百位台办拿到国内梅奖的机密，李金汉团队同设计师钟玉忠为客家歌手叶静前世转世设计的作品，头天六十六届国内梅奖得到最佳唱片包装奖的入围肯定。就是非常感谢所有的就是工作人员、设计团队，然后还有今天到场支持的客家乡亲们跟所有就是台湾的伙伴们，然后很开心可以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，然后也希望可以有好的成绩。第六十六届国内梅奖，台办时间中午为托洛杉矶来办颁奖典礼。从而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台办首件，托台洛杉矶台办会馆办记者会。首届今年高级版一位国内梅奖的两组设计团队。今年台湾再度有两个团队入围最佳唱片包装奖，预祝台湾团队今年能够维持连续得奖的这个传统，来顺利获奖。把这个荣耀带回台湾。现场民众都带头海外的客家乡亲贴片来支持，另外客家联合会会长钟义贤提供，如今来见到的后生人年纪用卡巴来写歌唱歌，对文化传承同发扬有正面的影响力。客家新闻联播局刘义平综合报道。